大飛我天啊，今日有幾個網友上嚟吹咗陣水、啊、做片其實越來越艱難。其實今日好多新聞，亦都好多睇法嘅，尤其關於中共咁。今日試下啦，咁講習近平中國嘅未來發展。咁今晚一日唔收聲，睇下我自己講嘅嘢同出邊有咩唔同。我唔會為咗利益，為咗各方面，亦都唔會誇眾取寵，因為冇乜意思。講翻我自己認為嘅真實狀況。不要為了 view 啊去做，雖然我的 view 都不高，但我都知道怎樣可以令到個 view 高的，但我不想，我想真真正正講到我自己一些看法，雖然未必很精準，但是我想做節目是將我自己明明白白地擺出來。來到這裡，現在俄烏大戰準備，其實過去這十日左右，雙方重新地調配人馬，尤其在赫爾松，烏克蘭已經重新列了個陣營，準備跟俄軍大決戰。嚟緊呢十日八日，我相信戰火會很激烈。赫爾松究竟會回歸翻烏克蘭手中，或者俄羅斯繼續可以佔領？咁好快脆就有結果，因為烏克蘭已經整頓曬所有嘅嘢，而西方國家最新嘅武器亦都到。咁俄羅斯、普京，大家都要明白，大家都係望住普京。普京而家係一個求和格局，嚟緊十一月頭就會有 G20 嘅峰會。普京依然放緊聲氣，希望見到拜登一個二三四，大家講清講楚。喂，會唔會有一啲叫做和平嘅曙光？大家俾一個下台階，結果拜登愛理不理。但係俄羅斯已經見到普京出咗兩樣嘢：第一，拉中國落水，即係話同習近平係親密嘅朋友。普京話俄中關係處於前所未有嘅高水平，其實就係希望攞中國墊背，即係你唔好睇小我啊！我仲有中國呢個咁有實力嘅盟友啊！結果習近平承唔承認又一件事，喺呢度唔單止拉中國落水，其實就係我阿爸係李剛。我老豆是習近平的道理是一樣的，我老豆是李嘉誠，我是李嘉誠的私生子，那你掂晒。現在普京就是用這樣的手法，你放心，我們中俄合作我們會頂得住，但是中國從來沒有發過一個聲明，甚至 G20 會不會普京見習近平都成為問題。在這裡普京亦都重申，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是為了保護斯巴頓巴斯的地區民眾，所以並不後悔，形容行動正達成目標。俄羅斯並非西方國家的敵人，亦都不尋求霸權，不會出兵烏克蘭，這個一啲都不後悔。最重要的，無意使用核武，即是說你們不用估我的了。但是實際上西方國家已經在四周圍擺曬核部隊在這裡，即是說已經做好了核戰的準備，無論是比利時、英國這些波蘭地方已經全部擺開的陣營，就打算跟你鏈一鑊。普京嚟到呢一度已經冇招，我都之前講過，由拉夫羅夫話：哎呀，我哋傾下啦。跟住就到邊個？國防部長，國防部長邵伊古就不停咁打電話，土耳其、英國、法國、美國，我哋傾下啦。跟住見到西方國家係一啲回應都冇，跟住就見到普京出嚟喊話，我哋係唔會打嘅，我哋唔會打核戰嘅，大家諒解下我。我無非就係希望保護頓巴斯講俄語地區嘅人嘅咋，唔係侵略。我哋唔會全面軍事咁樣
打呢場仗嘅，呢、這個只不過係一個地區嘅軍事行動啫。其實過去已經講咗，我哋唔會再新徵兵，我哋亦都無意咁樣再做乜乜乜乜，全面咁樣落實應承曬。最緊要就係而家傾，但係普京係唔係同澤連斯基傾？佢係一定要同拜登傾，所以。这个就是现在的政治现实，普京除了拉中共落水，其实都没有其他的招数可言。而西方国家，即是我之前做节目讲了，已经定了一个时间表，就是俄罗斯和普京倒数的时间表，他们定为就是出年的初春，即是三月份到六月份之间初夏，这三个月里面就瓦解俄羅斯，所以普京好急，佢亦都睇到個形勢不容樂觀，正係向住西方國家嘅策略去走，所以見到佢日日都出嚟講，同布林肯一樣，日日都講緊，喂，打台灣啊，打台灣啊，中共打台灣啊，其實西方國家都係俾緊壓力中共，跟住亦都想盡辦法。拖垮了俄羅斯，這個是整個西方國家現在最高的策略，接下來俄烏戰爭變數只是得一面倒，就是烏克蘭的反攻。節目做到這裡，希望大家 like 最終私下訂閱科金看廣告，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秘書，大飛看天下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